相当犀利哦，所以单场轰进了超过20分。陈杰恩外线出手得分。哦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在，对对对。这球底线给到陈杰恩出手得分。哦，今天球员整体射还有对球员的所谓的视觉观感哦，实际上可以更有那个动力。Traveling 的先行。陈杰恩收球出手得分。哇，防守陈杰恩的人啊，简兆业就不能够太轻松。让他去突破，他到底是什么时候能够待长一点、久一点？林金宝带一步跳投得分，37-27，陈杰恩再给他底线去找施静瑶，接进来施静瑶这球出手得分，给陈杰恩，陈杰恩往下做的抛投很有水准啊。对，其实看到现在后卫矮个子，107公斤。这个换算成英制的话，就是235磅。他的大学是来自于路易斯安那理工，Louisiana Tech， 79-66。陈杰恩这球给出完底线，这边出现空档，石进瑶。所以可以看到半场之后都比较多的一些单打。那我们讲的后卫在场上，你要把教练在平时所交代的战术跟队友一些的默契要把